張曉明跟住解讀對牛彈琴啦，係咪先？要聽得到嘅，你估佢聽唔到咩？呢啲叫聽而，即係屬於壓背嘅，聽而不聞，佢唔係聽唔到，解讀不過又要做嘅張曉明。其實張曉明咧，佢個 EQ 要好高咯，佢情商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對住嗰班香港人咧，真係大鑊嘅，嚇、啊！中央啊，你睇下阿習近平主席喺度揾個開放40年股，佢讚嘅啲人，有啲嘢我哋都未必食得起啊，佢就點出嚟啦，係咪啊？你香港人啊，我北上反映香港嘅情況啊，我話啦，我又唔知啊。不過如果香港咧，每一日啊，如果有少過幾百個喺度搜集各種消息嘅話咧，嘅人咧嚟寫報告嘅話咧 ，I'm surprised， 我會驚訝，真係啊！唔單止經濟、民生，所有嘅嘢都一定有人咧係搜集啲資料，唔使一定要政府噶，你睇報紙咪知咯，好多係咪啊？啲好多啲所謂叫事實嘅一寫報告。好簡單嘅真係㗎，咁我就係舉個例啦，冇話香港啲報紙啦。當年我喺邊界啊，有個 HIO 啊，即係嗰個健康受損嘅夥計咧，嗰個仔喺度就做跑踢嘅，跟住我話哦咁啊，喂咁咧費事你咩？嗱你台米每日咧就睇呢個特區深圳特區報，跟住咧將佢啲嘢冚爛同我，因為我當時唔瞭解佢啲階級官制嘛，啊你同我咧就。每一日咁梳爬啲招出嚟，咁跟住咧，你又寫個畫個架構俾我啦。咁佢又負責接羅啲官員噶嘛。佢然之後咧拎個匯本一睇，嚇、啊，哇！整個架構，第一局、第二局、第三局做啲咩嘢嘅邊個人啊？乜林文文局咗邊個乜乜咁樣？哇！我呢個情報嚟喎，我係邊度攞翻嚟噶？我睇報紙啊，跟住有時同佢傾下偈咁，我掹住落去。剝住落去咁，有時所謂卡片就剝落去咯，咁都一份好長存嘅。我做資材，啊，直情係情報嚟㗎。以當時嚟講，好就迴歸咗，如果俾人拉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簡單啦。咁所以咧，蕭曉明講係要講，不過對牛彈琴繼續。